这是一个环形的地方啊，我给大家慢动作放一下，一圈儿，这号就是我。我靠，我感觉我最近变胖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我感觉这个一般的相机照下来，你给用广角或者是用这种180度的这种相机才行啊。这个因为它这个是个环形，这边是可以上去的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边有几个嬷嬷。